啊、哦，可能是你的笑容。对对对，除了唱歌之外，要注意这个东西。对，所以这个互动啊，他一定要掌握着敌动我不动，敌不动我乱动。对对对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胡说八动。胡说八动。是是是。那二号，二号，我是觉得说他、哦、他的那个表演呢，就是说歌舞的部分，我觉得某些影子还是存在的。笨巧、啊，有点 copy show。对对对，你要拷贝秀这样子。对啊对啊，那我觉得这个口水歌嘛，对啊，因为他已经唱的是别人的经典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用心的地方，你可以仔细看一下。刚的服装，哎，第二件突然间又换了一件。哦，是是是是，对对对，这个在比赛来讲叫莱茵的。这个我就没注意到，哦、对对对对，因为中线比较喜欢看人家换衣服。对, 对，然后我就比较看人家表演的。所以你刚刚看到舞蹈换衣服，我都看不到。我对不起，我不喜欢看人家换衣服啊、哦，脱了何必再穿呢、啊？你怎么讲？所以二号我还没建议完、啊、建议很重要，好吧？评审老师的话一定要听。No problem。好，三号就有一个很棒的创意，不错。对他，我觉得他够烧，对，烧的我让我觉得他有一个像苏永康的深情，对，是比苏永康还烧的烧。不过他会选笨小孩，我们是觉得蛮奇怪的。没有啊，他哪会选三号哪会选？我很怀旧，所以你讲三号，我还在怀念二号。他是这么念，天哥是很念旧的一个念旧念旧，好不好？但是他也注意到一点，歌舞秀他有跟台下互动啊，你知道热力十足。对，还会、哦、有没有牵引你？对啊，又又又，没事眼睛乱飘。但是有一个建议，小心热过头哈、嗯，到最后那个拉拉拉到 pitch 不准，你自己都忘记了。对对 对, 对，你知道吗？就最毁就毁在后面了。还好今天来了个行家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哦，这给你建议是很好的。对对对，我讲完了，所以国皇可能也不用讲了。哎，好，那么我们来，喂，喂，没有，国皇的金融之举啊。对啊，其实今天我觉得一号应该值得鼓励，因为他刚刚才来到台北下飞机，而且他在机上一面做一面化妆，一面做头发，来到这边刚刚好进场，连彩排都没有就唱刚才那首歌。掌声先鼓励他。对不对？什么都好，要唱苏芮的歌。哎，你这样子不是真？不要这样，歌唱比赛要局限人家，不要给人家设限嘛！啊，不要设限，最自信的歌。你管人家唱谁的歌，对不对？每个艺人的歌你都可以唱，都可以。对呀，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我。OK， 谁的歌？苏芮的。叫什么歌名？一样的月光。好，英文怎么讲？The same moonlight。 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新马他们的英文程度都好，对对对对，马来话他也会，马来话真的、啊。对，来念念出来。一样的月光。一样的月光啊。嗯。Sinaran bulan yang sama。嗯，蛮有意思的。马来会讲马来话吗？你有交过马来男朋友吗？这样他可以唱歌的，可以。好，咱接下来深呼吸，不要搞笑，好吧？来来，一边。一样的月光。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王明丽。什么时候我是万般都离我远去？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？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，寂静夜晚默默地哭泣。谁能告诉我，谁能告诉我，我们改变了誓言界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？谁能告诉我，谁能告诉我，我们改变了誓言界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？唱得真好，你看这旅途的劳顿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、啊、而且他的高音啊唱得一点费力都没有。对对对，以前是不是常参加歌唱比赛？都有，都得过几个奖了，到目前为止没有算过，没有算过。好，来二号，二号，来来，哇，这个比赛已经越来越不伦不类了。哎，什么样的歌？陈晓东的《我比谁都清楚》。我、哦、是一首快歌了啊、哎、没有慢歌。你们老讲错啊，那改变成快的嘛、啊、好吧，恭喜、啊啊啊、算了，这个比赛好好尊重尊重。来 Miluku。
悄悄爱的故事，简简短短你的心事，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，是什么让你改变坚持，让人心疼你的样子，吞吞吐吐欲言又止，如果有那么难以启齿，我不问你又何必隐私，过得好辛苦，我比谁都清楚，感情不没有勉强的幸福，一开始就给的糊里糊涂，想回头却又不知如何结束，你装作很满足，我比谁都清楚，你的生命也投入着孤独，快乐背后深深藏着无助，坚强的面对，然后痛痛的哭，痛痛的哭。对方，对方，我问王老师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好，旁边休息一下。好，孙文海，对，这个现在是相当看好，带了什么样的歌？带来这首《海啸》啊，《海啸》，海啸，哦，对，庾澄庆的这一首歌，邓正庆，来来来，咱们就来这个歌了，请准备，好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发疯浪涛是谁煎熬，等轰轰烈烈心碎以后，海啸我要知道插不了什么药，真的瞬间将我忘掉，连是孤独让我找不到，海啸你知不知道我对他多么好，如果爱情不能到老，你也应该给我一秒，我一秒即忘掉，老师是真的用了真感情在听的啦，对对对，三位一起到前面来，哇，看今天的表现啊，心里面除了感动，我们还是感动，看到我们新的艺坛里面啊，终于有这个很多好手出现，对不对？江山代有才人出啊，好，加油了，必须要牺牲两个字，没错，各领风骚三十年，可能今天哪一位得奖，另外两位可以回到他的老家从事一些小贩的生意，对，小买卖，做做小生意，都还是一个路嘛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四位评审老师，一位给13秒。咱们新拿的参赛者已经是拼了老命了，想知道落子选手吗？广告过后自由分享。